金银财宝我可是不要，不如姑娘亲我一下。凤公子，可否这也不说话？我之前纳妾次次都请，这一次来了竟是来抢亲的。我有一事想请凤公子帮忙。你不是你在意的财，确有在意的事，但不是我。看来啊，终究是我错付了。姑娘每次见了凤公子都是高兴。凤家公子凤千硕又哪里妨事情，请你前去观礼。在我看来他就想气一下。他与我们不是同一路人。七绝堂老板，先生，他们救了你，你就这样对他们？把我金凤羽并入颅内。凤公子去哪儿啊？知道你不待见，我走。今夜你留下。我如果留下，会连累你。你的小妾都是你的人，凤鸣不会醒，说不。